下列有关氢的叙述，选出正确的。 A 选项，氢跟活性金属会得到氢化物，正确。例如氢化钠。第二，氢在常温常压的时候可以跟氮反应产生氨，不行，需要催化剂，还需要高温高压的一个条件，哈伯法制氨，催化剂是铁，温度是500度 C， 500大气压的一个条件，所以不是常温常压可以发生的。 C 选项，氢跟氧在室温下混合就会爆炸，不会，需要高温或闪电。第四，氢能够还原氧化铜，氢的活性比铜大，所以氢加氧化铜的时候，铜会放出来，氢会跟氧结合，正确。第四，氢可以产生高温火焰，叫氢氧焰，来焊接金属，正确。所以这一题正确是 A 组一，三个选项。